在深山哪来无人地看顾，自己生根，自己发芽，自己分风，忍受雨水，受尽冷风，站在深山中，犹原开出美丽可爱的笑容。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嘉嘞，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安。今麦吼，到八点二十，吼啊，八点二十了吼，恁都可能较袂爱困啦，嘿，因为八点二十了，就是恁家己的时间吼，大家要讨论吼。啊，今麦上尾七点到八点二十，这几点钟二十分钟，吼啊，可能惊大家吼，熊熊的哈，杜姑哈，所以派一个比较帅的来讲给各位听哈，家己讲较袂，家己讲较袂歹势哈。啊，不过先讲一下，我已经四岁啊，哎，点点爱讲，我早囝已经读大学三年啊，大学三年级，真的，嘿，在东华大学念三年级，嘿，伊叫我一定卖个宣传啊，嘿。我们今天上的课哈，咱今天上的课哈。我尽量用葫芦娃讲啊，啊，请问哈，葫芦娃，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听不懂的举一下手，都听得懂吗？哦，那很好，那我尽量啊，我尽量用葫芦娃，因为你上课已经惯习讲北京话啊哈，啊，我们尽量用葫芦娃主头讲我大家听。那我们今天上的是唤醒心中的巨人，什么叫唤醒心中的巨人？开宗明义哈，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巨人呐、啊。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潜意识，潜意识的力量真的比我们的意识力量大很多。我们也很清楚，哈，潜意识里面哈，他会去很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个让你哈自然而然发挥行动力，让你全力冲刺的，那就是真的。在68年来，你受了很多的教育，等一下我会慢慢跟各位分析讲解，和各位了解。让各位去了解到说到底什么是真的，那为什么你会相信那些假的？我懂，这真的没有办法，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力细汉开始读书就开始给你改变，咱在读书之前，我都会记得在读书之前都说葫芦话，跟爸爸妈妈都说葫芦话、啊、已经惯习说葫芦话，阿公阿妈也都用葫芦话跟你开讲。突然间你去读国小一年级，老师开始规定讲你袂使讲葫芦话。伫我迄个年代，我若讲葫芦话都罚钱，讲葫芦话都罚钱，罚到你叫唔敢，一直罚钱，一直罚钱。好，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不了解，但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他为了要让我们习惯讲北京话，就不断的罚钱，罚到哈你会自然而然讲北京话，因为罚到爸妈都受不了了。用这样的方式，一点一滴的去改变你的行为习惯，改变你的想法，让你在很多的事件，你就开始信以为真。等到真正历史掀出来给各位看的时候，他掀出来给各位看了，告诉你正确的历史，你会觉得很震惊，然后你会觉得刚开始哈，人对那种新的事物会这样，他不习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会排斥。我们的力量有一种，有两种力量，一个叫排斥的力量，一个叫渴求的力量。排斥跟渴求力量都一样大，你想要跟你不想要的，你不要的你会常常发生在你身上，你要的也会发生，就看你那个时候当下你的力量哪一个比较强。你接触到一个新的观念，你排斥它，就像各位刚开始来的时候，或者人家刚开始，你的朋友刚开始跟你讲的时候，刚开始拿台湾身份证给你看的时候，你看到你可能很 shock， 但是慢慢的你会去接受它。先让各位了解，咱现在要上完初级班，再上完高级班了，你开始要出去讲分享，你要了解咱的主张跟咱的立场，这就重要。这个概念清楚了，人为概念而生，为概念而死，为概念而了脱生死，所以当你概念清楚了，
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你才有力量。这六十八年来，你甲你教哈，你会感觉足惯习的。中华民国伫咧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对吧？你无上过这个课进前，你无来了解台湾民政府进前，因为你读的历史，你读的教科书都安尼甲你教呀。中华民国在台湾啊，不是吗？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你不会觉得很不正常啊？那为什么你一下代表台湾到国外去比赛的时候，你就不是中华民国了？我们的奥运选手到台湾，到世界各国去比赛，他的称呼正确的称呼是什么？中华台北。什么叫中华台北？开宗明义，什么叫中华台北？我们从昨天上到现在，各位老师应该都跟你共轨嘛？中华台北是什么意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这是有先例可以循的哈。一个流亡政府到世界各国去流亡，他会以当地的城市名称当作他驻扎的地点。比如说伦敦哈，曾经同时有两个流亡政府在伦敦，哪两个流亡政府？今天早上那个潘老师应该有跟各位上过嘛哈？哪两个流亡政府？记不记得？温故知新一下，波兰、法国，所以有没有看到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英国流亡政府在伦敦？不用了，英国不用流亡政府。英国流亡政府的话，他就不用在伦敦了，他一定在别的地方。英国政府在伦敦，所以伦敦同时有三个政府，那怎么办？他们三个要打起来吗？不会啦，因为其他两个是寄居的嘛。波兰寄居在伦敦嘛，法国寄居在伦敦嘛，所以他不会打架啦。你弄怎样主从之分？那、啊、为什么台湾现在会打架？因为他没有告诉你，他在台湾跟你讲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他、啊、出去以后哈，他告诉人家我是中华台北，在台湾他骗你，到国际上他就告诉自己说，告诉大家是他是中华台北。为什么哈？等一下我让各位了解。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些我们的战争史哈，在我们的网络上天天都有。我会详细讲解给各位听。咱一开始，咱先来了解咱的主张。我们的主张哈，你要跟别人讲我们的主张。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当革命先烈。昨天秘书长讲得很清楚，讲给各位听，我们不要当革命先烈，我们要当什么？先行者嘛，就像天行者那个陆克一样嘛，我们要当先行者，不要各位牺牲生命的。所以我们要当革命先行者。所以呢，我们要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那请问一下各位哈，既然我们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的国际地位现在正不正常？不正常，为什么？对啊，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们的台湾哈，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没有办法去发出在国际上发出声音，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我们都没有办法正确讲我们的台湾的正确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台湾到底正确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我们要重新念历史。接下来到8:20的时间哈，希望各位重新念历史，去了解一下我们真正的历史是什么。这个在美国的文件都已经解密了。好，一点让我闭着眼看，那你文件通通都解密了，所以各位很清楚看到，等一下会很清楚看到我们所有的机密文件。等一下我会秀给各位看，所以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现在不正常。我们现在是私生子吗？也不是。我们现在是那个非婚生子女吗？也不是。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哎、欸。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台湾呐、啊，然后来了一个中华台北。这个中华台北呢，他就开始告诉你他是中华民国，好啊，他是中华民国，他应该在台湾，然后就告诉你他应该在台湾，有没有任何的国际法理的承认？没有，国际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承认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国际社会，然后呢，我们就稀里糊涂的，然后被模糊了，这些都要从以前的那个讲到回去，杜鲁门总统、罗斯福总统、麦克阿瑟，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历史的悬案哈，以后还会解密啦。但是现在秘书长没有把这个很详细解出来，我们只有小道消息，啊，这些小道消息我也不要去批评个人。听说是
听说是某一个非常有力的女士哈，她就一直跑到美国去，不管用尽任何的方法，让美国罗斯福总统啊、杜鲁门总统他们就稀里糊涂的，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让这个模糊地带一直模糊，一直灰色到现在。台湾人很可怜嘞，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真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国际地位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正常？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让流亡政府继续是流亡政府。国际战争法很清楚的告诉各位，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昨天秘书长也很清楚的告诉各位，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两件事情，中华民国都做了，也就是因为中华民国都做了，才会让台湾现在地位完全没有办法正常。他移转了占领国的哈，我们他从日本占领了我们，他把我们的主权移转了，然后他在这里就地合法，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但是在这里就地合法，所以才会让这些事情一直错误到现在，让你读了68年的假历史。台湾到底有没有光复节？台湾没有光复节。我女儿现在在学校跟同学讲，同学会完全模糊，搞不清楚。你想多可悲啊！她一个人在讲真理。讲台湾没有光复节，然后所有同学跟他打枪，他所有同学都说他脑袋坏掉了。台湾为什么没有光复节？他讲的是真的哦，然后所有同学都说他头壳坏掉了。有时候讲真理很困难，我们在路上跟人家讲，然后我们遇到好朋友跟他讲，然后他你的朋友都怕你遇到危险，都怕你是不是被骗了，遇到诈骗集团，真的啊。那时候我爸爸先来上课，我爸爸一来的时候，我也以为他遇到诈骗集团。为什么？你通常接触到一个真相，第一件事情就排斥嘛。我从小我书读很多呢，还到世界各国去上课，我在做教育训练呢，我是一个气管顾问公司的讲师哎。我爸爸怎么可能懂得比我多？所以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好，从以前的训练告诉我，很多事情哈，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一定要去深入了解。然后我再一了解，他有登广告，诈骗集团会花钱去登广告，告诉你我是诈骗集团。然后他总共诈骗的金额是16000块，好、哦，然后呢，那个3天2夜工时数，还有请很多老师来跟你上课。再看那些老师，哦，成大的那个台文系的教授蒋维伟，这我认识啊，哦，这个我也认识啊，好几个讲师我都认识，都听过，所以我会来听来了解。然后今天上来换我上来跟大家讲。你看我像诈骗集团的首脑吗？不太像吧。所以啊，慢慢的你会发觉，你们现在看到真相、听到真相，你们是真正有福气的人。但是要透过各位沉淀、了解、吸收之后，再去告诉大家。我们开始要为真实的真相来发出声音，来帮助台湾的年轻人。我有时候想一想哦，在看那些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看到很感动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我们现在在这里。这么辛苦的在为各位发声，有时候真的会悲从中来。我们在讲真的事情，跟朋友讲，跟学生讲，我的学生都会讲说：“老师，你以前不是叫我们不要碰政治？”我以前这样讲，叫他们不要碰政治啊，因为政治都是骗人的，两颗烂苹果怎么挑还是烂苹果，对吧？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民进党，我告诉他们不要去碰。他说：“老师，你变了。”我百口莫辩，为什么？因为我要讲，他们都听不进去。我跟他们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如果各位哈今天心没有打开，我有一些人来试听啊，秘书长今天刚刚告诉我们以后没有试听哈，你今天来试听，你准备来踢馆呢，准备来这边听也有的没有的，你在鸡蛋里挑骨头，挑得到挑不到？挑得到啦，你认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一个讲师1小时20分钟，你挑不到一个骨头，因为你是在找茬的嘛，你要见缝插针嘛。可是你今天如果敞开心胸，听听看他讲的话有道理。他讲的话合乎逻辑，整个告诉你逻辑的推论、逻辑的概念。每一个老师，这些数学的博士，我们这些老师们，这么学有专精，真正去研究过，我们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甚至到国外去看台湾的历史，才发觉这些他们讲的都是真的，我们以前学的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慢慢才会去想说要怎么样去改变台湾的年轻人，让他们真正看到历史的真相。我所希望的就是我将来我的小朋友能够真正念到真正的台湾历史。有很多当初在1945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被中国国民党刻意的巧妙的掩蔽掩盖，让你完全不知道那时候历史，那一段时间的历史是空白的，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希望活得清清楚楚，死得明明白白吗？我们都希望清清楚楚的嘛。所以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立场，你要让大家很了解。我今天不要跟你谈战争，我也不要跟你作战，我也不要跟你打架，我只是根据法理让你了解到底什么是法理台湾。我不是根据政治，不是用那只黑手然后告诉你什么叫政治台湾。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台湾，我们不谈中华民国民进党，我们也不谈中国国民党，因为他们都是中华民国流亡政权。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民政府，只有台湾民政府可以合法合理的代表台湾走入国际社会。所以呢，日本天皇到目前为止，等一下你看到里面就会知道，1922年在国际裁军决定里面就有讲到，所有的国际上都承认，那个时候都已经承认台湾是日本的。在1830年拿破仑战争以后，拿破仑战争以后，1830年以后，所有国际上就有国际的那个惯例跟那个公约，不能说先讲先牙。如果先讲先牙这几年来美国到处打赢的战争，那美国不是又多了很多领土？伊拉克是不是他的？对，还有他还有打哪里？科索沃，他打过好几个国家都打赢了，那些国家是不是应该都变他的了？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伊拉克进去侵占科威特，他就没有办法让科威特变成伊拉克？从1830年国际法以后就规定了，国际战争法、万国公约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如果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那西藏应该可以有一个合法的政权在那个，德兰那个西藏，在印度的那个城市。等一下里面的战争史里面都会提到先跟各位点一下，让各位了解。所以呢，日本天皇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他有占领权。为什么他到目前都他有占领权？等一下里面的文章也都会提到。我们现在请求美国总统，你根据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请求他。所以我们现在努力把我们自己做好，我们去推广41万张身份证，我们推广4000个高级公务员来这里受完训练，这些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准备好，然后等美国把政权交给我们。美国一定要把政权交给我们，为什么？我们慢慢就会知道现在都循序渐进。明年3月，奥巴马到日本，所有重大讯息要宣布，到底要宣布什么？我们 will see 等着看。好，那今年年底日本如果要修改宪法，修改完成，他们会宣布什么事情？我们也 will see， 我们等着看这些都对我们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向正常化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就是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很长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23条 B、23条 C 里面到底讲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国际战争法？如果人家问你，战争法到底是在哪里做汇编？台生，战争法，这个不用抄如果要抠资料，这边都有。什么叫战争法战争法，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体系，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部分的公约，1904年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汇编，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里面包括对西班牙这些战争的判例，上面都有，这叫做战争法。我们一定要成为这个，我们一定要成为这些法理的专家。为什么？台湾就靠各位了，台湾的下一代要念到正确的历史，就靠各位了，真的。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们一个人在那边大声疾呼也没用，透过各位大家一起行动的力量，台湾的下一代才能够读到正确的台湾历史。然后回到刚刚原来的，所以我们的主张
我们的立场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所以我们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政府在台湾在台北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记住，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只有在台北啦。我一再强调这一点，离开台北以后，他就不是，对我们就没有管辖权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本来就宣布啊，在国际上大家都承认他们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所以离开台北就不是他们的管区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到那个战争史的那个，你们上网络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啊，秘书长最近也要出书了哈，那战争史现在已经变到200篇了，那后面的哈可能比较难看到，我先告诉各位哈，美国一直在创造台湾问题的巧妙模糊。那为什么美国的国务院有权解释台湾地位的现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哪一个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台湾人向盟军投降，台湾人的尊严从那天开始被中国人践踏。因为在那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我们也是战败国，各位同意吧？这是正确历史，各位现在都念到了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有39000多个这个战死的台湾的年轻人，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我们每年都会去参拜。啊，为什么日本人要拜我们台湾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日本台湾人。所以我岳父从小到大我每次，我们那时候我岳父已经过世了，可是那时候在没有接触之前十几年前，他就告诉我说，他每次我陪他来台北办护照啊，他要去日本玩啊，他每次都告诉我，我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他从小就是告诉我们日本人，我们都那时候都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啊，把那个时候是日据时代统治啊，我们那时候称之为日据时代。那为什么他会一直告诉我们他是日本人？我们以为他对日本有情结，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正确的。然后他现在走了以后啊，我们才想说，原来你那时候讲的都是真的。所以你想想看8月15日那一天，日本战败投降，台湾人向盟军投降，但是台湾人的尊严从那天开始被中国人践踏。因为1947年2月28日那天，到底那一段时间到底台湾死了多少精英，各位知道吗？他说几个人，中国国民党现在说几个人，几百个，对不对？在228纪念馆那边。但是根据那个那时候省府他们有去统计归纳那时候的户籍户籍在日据时代有户籍，后来归纳出来没有户籍了，户籍不见了，但是有这个人户籍不见了，总共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就这样死掉了台湾精英22万多人，立在立班瓜中国人对台湾精英大屠杀。为什么啊？为什么他用白色恐怖？为什么要警总调查局四处罗织台湾人的罪名，让台湾人扑杀或监禁？我们那个蔡才元，副委员长，他就有讲到，他说跟我们讲的那些，我们在闲谈、在聊天的过程里面，那时候在台北的警总，他被关在地下2楼，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听到地底下还有声音，惨叫的声音，他觉得很奇怪，不是只有地下2楼嘛？那么电梯只有到地下2楼，为什么下面还有？他说有啊，他那下面就是直接就是台湾的精英进去里面直接就杀了，然后用。他们那个老兵他们就在讲说，谁用手可以掐死这样用手掐死一个5块钱，然后丢掉了，就直接丢到水沟里面棒槌了，这样用这样在杀我们台湾的精英，然后把我们战败国。1949年6月15日，那时候我岳父16岁，在拉奎，他那时候帮他舅舅每天从台中到彰化去卖鱼，然后拖牛车的现金回来。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因为那不是我经历过的事情。但是真的讲的咬牙切齿。伊讲有一天那整牛车拢现金，回来到台中的时阵，讲剩一块，就是那个时候他刚好遇到一块钱换取台币4万块。从此本土台湾人陷入了一穷二白的阶段，就像一步一步的
我们已经战败68年了，现在我们依然处于没有国籍、没有政府的政治炼狱。这是美国联邦法院2008年3月18日的判决，高院2009年4月7日也同时判决，流亡台北的中国政权 Chinese Taipei 依然统治的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美国二战后的台湾占领当局制造了台湾关系法的冒牌台湾人逼迫往台湾，不止混淆了国际观感，也捉弄了本土台湾人。所以他用一些巧妙的模糊，让你完全不了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历史。所以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一些重点，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你才会有言之有物，才会有还有根据，才会有法理，让他们了解到底这些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日治台湾以后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美国经过了8任总统，国会由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整个民主世界跟共产世界经历了今天很大的巨变。这时候有苏联帝国的崩解、中国天安门事件、伊拉克海战事件、北朝鲜的飞弹核武，这些都经过电视媒体现场转播，幻灭多少人对世界和平的憧憬与幻想。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同时大家都很担心。可是中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真的，我们把他当朋友就好了。那些都是 People on Taiwan 的人跟他们的事情，我们是 People of Taiwan。我们是本土台湾人，咱跟人是朋友。我们跟世界各国，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后就要像瑞士一样，我们跟世界各国都维持友好的关系，维持中立的关系。我们把我们的人民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为富而好礼。讲到这个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一直在谈的那个食安，我相信每个讲师也都跟各位谈过。其实日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日本的文化是耻感的文化，美国文化是无罪推定的文化，这都是从他们推向国际社会。我们那时候都有去学习到，但是我们后来都被中国同化了，因为他花68年的时间把我们同化，所以我们才会现在才会那么没有廉耻感。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他们最怕就是你这样子偷偷摸摸做这件事情，像大统做了这件事情，他会一辈子在日本人他就会才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或者说把你念了一辈子。所以他们为什么犯了错，他们宁可切腹自杀？就是他们很强烈的廉耻感的那个耻感文化，这是日本的文化。所以像在日本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他们说：“你们这边很容易插队，你们怎么样？”他会觉得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违规啊什么对日本人来讲，他们连想都不会这样去想，连做都，他们连这种想法都没有，他们更不会去做。为什么？道德、守法，这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他们非常有廉耻感，这是我们以前的，日本人教给我们的耻感文化。现在有谁在跟你谈耻感？以前说了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了就算话。那美国呢？他们是用无罪推定的文化。我先设定你没有罪，但是如果你有罪，我把你赶尽杀绝。尤其是那些做食品的企业。你如果真的这样子去弄假油，用那些橄榄油渣，四座游泳池这样的那个橄榄油卖出去，14座还是4座？今天新闻报道，我一定让你这个企业倒，我让你这个人关一辈子，这是他们的无罪推定的文化。那现在目前台湾呢，他们还想换个包装重新再上市。为什么？这叫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康熙时代它四个字叫做永不加赋，就让他的子子孙孙就开始想尽办法去 A 钱，连皇帝都要想尽办法 A 钱，各位知道吗？雍正没钱，乾隆没钱怎么办？我老伯公他有遗言，不能加税金，对人民不能加税金。我又要钱，我打仗需要钱，我国库需要钱，我怎么办？可以买官，犯罪可以用银子来抵，强奸杀人犯，你本来判死刑的，你只要捐钱，就可以改判5年，在里面再捐个钱，可以就无罪就出来了，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讲，这就是中国文化。如果各位这样去想想看包括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文化，你宁愿在这里面一个，因为。一个社会互信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础啦。
如果人跟人之间相处都没有办法互信了，你对吃的东西都没有办法互信，现在所有的企业他出来跟你讲说他的油啊，保证没问题，你敢用吗？我们家现在不敢了，自己去买花生来榨油，连买那花生都很小心，到底是不是本土台湾的花生还是大陆的花生、中国的花生呢、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互信的基础，这个社会哈就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GMP 如果没有办法让人们去相信，它会耗费更多更大的社会成本。台湾目前就这样子，在急速恶化当中。台湾整个社会现在得了比较重的病，然后呢，整个在恶化当中。所以我才一直告诉各位啊，真的只有靠各位，把我们日本的耻感文化，甚至美国的无罪推定的文化再找回来。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不要让我知道你骗我。这是美国文化。日本呢，我从头到尾就相信富而好礼，我就是守规矩，我不会去插队，我就是按照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没有关系。至少我不会去骗你。这是目前哈世界各国。台湾内部哈物换星移几度秋，所以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流亡中国政权，放弃了屠杀滥官，例行中国国民党式的民主化。我们现在的民主都是中国国民党式的啦。经济国际化、自由化、法治化，这段期间，我们有38年的世界纪录的戒严令哈，全世界最多的。流亡中国，借用台湾人冒充中国人，选中国人在台湾的总统。陈水扁竟然哈还用台湾人身份当选总统8年，所以在台湾的中国人莫不以为耻哈，他们的耻感文化建立在这里，因为不能让台湾人当总统哈，在事后他们用各种理由追杀，甚至祸延九族，不足为奇。我刚刚讲到西藏流亡政府寄居在印度达兰萨拉市，流亡中国政权寄居在台湾台北市。如果西藏流亡政府在当地宣示主权，施行民主化、体制化，再模糊化，进而合法化。你觉得西藏能够接受吗？不，你觉得那个印度能够接受吗？国际间一定会以为西藏人疯了嘛？那你有没有人哈？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台湾实施民主化、体制化，在模糊化，并且进而告诉大家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会觉得他疯了？然后还要让你的朋友觉得你疯了？是谁？到底是谁疯了？这会肯定成为国际级的笑话、啊。台湾人到现在还不知道事实的真相，然后就会说我们的那个中国愚民政策啦、语言北京化啦、教育中华民族化啦，嘿，其实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根本就从头到尾就错了。中国在台湾执行管辖任务，一方面是美国政府者的委托，一方面是对本土台湾人的愚民教育。这68年来，愚民教育他们真的做得很成功啦，这68年来真的做得很成功。让你以为以前是日据时代，让你以为、啊、日本人窃占台湾，他们把他们做的事情都推归到日本人身上、哦、基本上台湾目前管辖的本质是军事政府，依照战争执行法，军事政占领的政府，只不过因为中华民国又多了一个流亡政府，所以那时候是很模糊的，因为主要占领全国没有对台湾实行占领，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没有对台湾实行占领，而派了次要占领全国，派了那个战败国。中国本来要战败了、哦、如果不是因为两颗原子弹，中国本来要败了。而当初日本有那个能力，他们也准备好去打珍珠港、如果不是因为战略错误，他们也打赢美国了。这一连串的、哦、那个这个事件、哦、然后导致台湾现在，我们现在一直被欺骗到现在。美日太平洋战争、哦、中华民国在中国战区被日本打败，一路撤退到中国四川，在即将灭亡之际，美国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日本投降，日本对太平洋战区是战败，中华民国能够以败军身份越区占领台湾，完全是美国征服者所赐。为什么？因为是美国打败台湾的，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有发表哈，将台湾跟朝鲜定位为日本殖民地，这是错误的，好。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这个 John Foster Dulles 在签署前3天呐、啊、他写了一个错误的那个他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笔误了。
他那时候把台湾跟朝鲜定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是日本殖民地，法理上完全正确。台湾根据国际马关条约由大清割让给日本，日本曾经两次向国际社会声明宣誓，国际社会没有异议。在1922年2月6号，华盛顿国际裁军协定第十条证明，台湾是日本合法的国土。台湾唯一被台湾全岛唯一被一个国家完全征服，就是日本。在满清时代，他也没有完全被征服，塔卡萨克一直保有着他们的领地。我们的高沙族一直保有他们领地，没有被满清占领，所以从头到尾，台湾唯一合法的被完全占领是日本。所以在1922年2月6号，大家都证明了，全世界都证明台湾是日本合法的国土。那 John Foster Dulles 以殖民地称呼台湾，不是有意就是犯错。所以他的演讲词里面有一段说，台湾与朝鲜是日本殖民地，后来被美国国务院已经推翻了。190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案件对福尔摩沙地位声明，他有重新声明最高法院法官声明那个 John Foster 他的 John Foster Dulles 的内容，根据旧金山合约所犯的错误认知，台湾人应该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因为错误认知台湾领地只是日本殖民地，才有下列的解读：殖民地可不可以换国家？殖民地可以，殖民地可以，所以如果我们是殖民地，我们就可以中国割让给日本，日本再还给中国，我们可以换来换去，因为我们是殖民地。但是如果我们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可不可以转移主权？不可以。所以他们这里面有错误的，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告诉大家，那个解读是错误的。因为台湾领土是日本国土，不是殖民地，所以正确说法应该是我们的 all right 所以呢，依照美国国务院一直以来的看法，没有任何条约，包括台北条约，里面有声明将台湾领土移转给中华民国，没有任何条约说台湾的领土主权有移转给中华民国。所以当1960年旧金山合约已经生效8年，台湾实质被流亡中国政权占领的时候，是集权和威权统治，美国。是讲究，虽然是讲究人权的国家，但是因为台湾现实的状况，他只好接受流亡中国人政权在台湾领土的威权统治。因为那时候已经经历过韩战，他没有办法去更改，没有在韩战之前，本来打算就把蒋经国跟蒋介石直接送到菲律宾马尼拉，让他们继续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在马尼拉，不用在台北。所以呢，美国政府设置台湾关系法，是因为他不得已接受，他已经统治台湾8年了，所以接受。但是后面我会告诉各位这些其实都有解了他不承认实质台湾领土执行管辖权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他拥有台湾领土的主权。台湾主权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只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在统治台湾。但是。他在统治台湾，他不能移转台湾的主权。再讲一遍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国际公约1830年以后的国际公约，所以这个一定要讲清楚。你今天如果在外面跟任何人遇到言辞上的辩论，你可以跟他讲，在国际战争法里面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就这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你跟他讲得很清楚，中华民国就没有合法化。那。我先跳到最后面我怕时间所以我先让各位知道好，最后这里先让各位看到美国如何创造台湾的巧妙模糊美国国务院因为政治歧视本土台湾人，为什么他会歧视本土台湾人？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把我们当作日本人啊，然后我们打败了他们，那尤其是珍珠港那个时候这样子，日本这样飞那么远，然后去把那个美国轰炸的稀里哗啦、糊里糊涂这样，所以他一直对台湾人会有一种歧视，因为他一直把我们当作，尤其当初他们在跳岛战术为什么会跳过台湾，直接去打琉球？因为那时候是那个关东军的第10方面军那个最强的部队在台湾，他们怕死伤惨重，所以他们不敢打台湾。
直接跳过，所以他们说跳老战术，麦克阿瑟跳老战术直接跳，然后甚至在那个马尼拉的那个，欸，在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啊，所有的美军的军机被炸掉，到底哪里飞来的？台湾飞过去的军机，把他们的军机都炸掉，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军队真的很强，强到他们对我们咬牙切齿，一直很歧视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歧视我们。你看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美国参众院通过的条约，而参众院通过的条约，哈，这个直接就是跟宪法一样啊，哦。台湾关系法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视同宪法，所以美国各行政部门必须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 B 第二条 B 规定，日本从1952年到4月28号开始，放弃对台湾澎湖群岛一切主权、主张和请求权。中华民国没有被指派担任收受国，以后其他任何条约也没有将台湾地区领土割让给中华民国。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是自动执行的性质，不需要美国国会再立法，就能让台湾人获得权利。所以本条文的 B 款适用于不住在美国的台湾人，不住在美国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这里面就有讲到我们有一些人权哦，因为我们在军事政府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要前往美国入境口岸申请入境哈，我们有申请美国护照的权利，所以这是我们核发旅行证件的依据。好，美国在台协会若有证据证实台湾人的申请基于出于善意而提出，且有实质的依据的话，好，应该核发身份证明、旅行证件。所以台湾人申请此类证明，若遭拒绝，有权向美国国务卿申诉。如果同意在美国在台协会不受理，就采取书面方式陈述接受拒绝接受的理由。这是美国法典里面的规定。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B 涵盖所涵盖的领土范围，指定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依据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战争所建立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好，我刚刚讲战争法里面有这样的判例哦。西班牙割让领土，割让的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古巴，显然可以见到主要占领全国的军事政府。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波多黎各还是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之下？各位知道吗？波多黎各到目前为止，每年的表决，美国希望啊，他可以，因为当那个，我告诉各位啊，当那个被军事占领，这个国家有好处啦，因为他们直接跟美国贸易都不用缴税金嘛，所以波多黎各人民过得很快乐嘛，啊，所以美国一直要求他们，你要么就成为我的第51州，哦，要么你就自己独立建国，啊，他们通通不要，他们就一直维持这个关系到现在。他们宁愿当那个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之下的波多黎各，到目前为止，哦，所以以后我们一样，台湾在美国军事政府管理之下，只要我们没有回到我们日本天皇的治下，哦，我们都可以继续给美国占领，我们的贸易我们很厉害。到时候所有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输到美国，通通零关税，哎，通通不用钱，哎。你看哦，关岛、菲律宾、古巴，哈，可见主要占领全国的军事政府持续实施法律效力的替代方案，当地美国承认的平民政府，好，所以从1952年到现在，台湾人民有没有成立美国主要占领全国所承认的台湾平民政府？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成立台湾平民政府是完全合法、于法有据的。所以呢，美国军政府在台湾的管辖权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在美国最高法院认定有义务让此条约生效，是一种自动执行的性质。所以美国最高法院赋予条约完整效力的举动，完全符合美国宪法的最高原则，成为美国最高法律。法院在决定条约是否自动执行的时候，会检视该份合约的文字跟语言是否显彰当事人的意图。所以那时候，我们对他的所有的要求，他都只能承认。而且这是真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这68年来，我们都一直生活在政治炼狱，因为我们没有被世界各国承认的台湾的正常的国际地位。你看哈，《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跟23条 A 哈，里面都有说明的。美国指定哈是主要占领全国对台湾，而且在第4条的 B 进一步确认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地区的管辖权。美国当然有义务要负责任，确保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所占领的台湾居民的基本责任，我们有基本人权哈。司法显示，自动执行台湾自动执行条约是台湾人个人法律权利得以伸张的法源。1974年华盛顿特区第9巡回法庭里面的判例。所以呢，现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已经受理了。68年来，台湾人为美国行政单位
不执行或故意对台湾人民义务的诉讼，所以地方法院在2008年3月18号，以及最高法院在2009年4月7号宣布，台湾人没有国籍，没有政府，还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这已经完全的告诉各位哈，一切依照美国法律继续进行。个人已经被中国中央称为法理台独的首要分子。好，法理台独的首要分子是谁？对，林先生哈，林博士，在此。我等李慈兄回复中国：台湾与中国井水不犯河水，追求民主自由是我台湾人民的权利。台湾与中国老早恩断义绝，愿天佑台湾。美国兰德智库在2007年5月发表《台湾地位解决后的美中关系》，它里面有提到解决方案哈。那我不用讲很多，它有包括四个和平方案、六个武力介入状况哈。比较遗憾的哈，里面没有提到台湾现有国际地位的分析。这方面台湾已经早就有这样的结论出炉了，我们根据国际法的已经早就出炉了，所以许多学者专家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相当不合理，甚至充满矛盾。这些牵制台湾开发各层面国际关系的政策，前提是台湾、中国跟美国的三角关系是以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一个中国政策里面都没有提到什么。对啊，我这样子哦，暂停一下，让各位可以清楚一下。我看大家都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哈。我们里面没有提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却是对台湾的关系最有清楚声明的一个条约。台湾关系法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称呼，美国跟中国不赞成使用，但是基于不改变现状的要求，在法律上称呼也不得给予改变。美国说台湾这个政治体不独立，同时也不赞成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政治体不独立？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加入联合国？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嘛，我们现在台湾的治理当局还是中华民国嘛，所以我们不是美国军事政府辖下的台湾民政府，可以参加各个国际的组织，可以让这个美国政府发的旅行证在全世界各国畅通无阻，没有办法，所以他现在不承认，好，我们的政治体不独立。在1972年上海公报里面，美国得知两岸中国人认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表示异议。那美国对这个议题是什么？从来没有提出来。他说我不表示异议，但是对这个问题看法是什么？因为里面我们台湾里面有很多 people on Taiwan 的，这些人要分清楚，要界定清楚才能讲，因为他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概括承受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我们是本土台湾人，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在台湾。他们外表披着台湾人的这个皮，然后骨子里面是中国人，不是吗？他都告诉你中华民国在台湾嘛，所以到世界各国他不是承认他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没有，他告诉你他是台湾人，可是骨子里面他是中国人啊。这些 people on Taiwan 让他们没有办法表示异议嘛。但演变到今天，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以及联合国出版参考书设计的网页，把台湾归类到共产中国之下。各国的政治历史学都忽略共产中国从来没有统治台湾一分钟的事实。没有人统治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统治过我们，然后全世界都把我们归类在中国共产党，你不觉得这样很矛盾吗？所以你会知道世界各国根本搞不清楚台湾是什么，只有透过各位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清楚，我们才能发声嘛，我们才能很清楚告诉人家说我们是 people of Taiwan， 懂吗？靠各位了解，所以为什么各位可能学有专精，我的专长也不是这一块啊。但是不过一定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嘛，你才能跟人家讲，你才能跟世界各国的讲。没有每一个各国的这个朋友，好，我去国外上课，他们看到你，他们都会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嘿，三条线，我根本不是中国人啊。你要能够跟他解释，我是 People of Taiwan， 从头到尾。我都跟中国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在满清时代，他那时候也没有完全的占领过台湾。台湾唯一被合法完整的占领，然后规划成为不可神圣分割领土的，唯一的就只有日本。台湾学者提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这些资料，都直接送到掩埋场。为什么？没有办法让大家了解。所以台湾人最渴望的，只是要脱离外来政权的统治，
证明、制宪，过着和谐快乐的生活。这个目的似乎遥遥无期。从经济、政治跟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断被拖进一个共产中国的大黑洞里面，这很可怕。你被黑洞吸进去，你爬不出来。始终拖着台湾往终极统一结果迈进是什么力量？有台湾人喊着台湾跟中国统一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联合国宪章保障台湾民主的自决的权利，台湾完全符合蒙特维多公约的主权国家认定的标准。你在大声疾呼，这些掷地有声、具有哲学含义的分析都不造成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跟法律环境里面，台湾人民要如何掌握自己的前途？特别烦恼的是美国为台湾设计的框架，台湾人民要怎么突破？他把我们框在那里啊，然后一直让我们模糊啊，让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下面要告诉各位哈，这几年有一个学者提出一个崭新的论述，认为美日太平洋战争后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关键。这个学者是谁？你要了解哈。依照研究，如果比较美国墨西哥战争之后的和平条约、美国西班牙战争之后的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跟美国相关司法判决的法理，台湾是有归属的。所以我们要把美国墨西哥战争后的和平条约跟美国西班牙战争后的和平条约拉进来，跟台湾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一起拉在一起。所以地位未定的含义也已经包含了有暂时归属的确定。这个台湾暂时归属的单位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USMG 哈，也就是说美国军方设立的海外占领体系。这样子，台湾的国际地位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到现在，是暂时归为美国军方的一块海外领土。依据国际法上的解读，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这样就有解了。所以要把墨西哥和平条约、跟西班牙和平条约，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拉在一起。我们很清楚知道，这68年来，我们都一直在美国军事占领之下。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论述必须从头说起。关键在于，美国1941年12月8日向日本宣战，在美日太平洋战争里面，所有攻打的，日属台湾地区的军事行动都是美军做的，所以美国是台湾的征服者。在国际法上有占领台湾的义务，结果根据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集团被派遣到台澎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所以在这里就开始混淆，美国开始让台湾人民感到困惑。奇怪呢，我们那个时候美国直接占领就好了，为什么要搞一个中华民国来占领？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是历史的悬案。到底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蒋宋美龄这个美国中国人他有美国护照中国人，他到底在美国去发生什么效力？没有人知道啊。这以后看会不会历史悬案解出来。但是在那个当下，他竟然就不像琉球一样，也不像波多黎各都直接美国军事政府去占领，然后派一个蒋介石来占领台湾。没有人搞得懂为什么，这真的是历史悬案然后蒋介石才好笑，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给各位回去看，蒋介石刚开始不敢来台湾，他不敢来，他真的不敢来因为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台湾直接管理人是陈诚嘛，然后台湾的军事占领那因为孙立人跟美国关系很好，所以孙立人带着军队嘛，台湾有陈诚跟孙立人啊，蒋介石不知道他来台湾会不会被软禁起来对他不知道能不能来占领台湾所以难怪吵得有后部那时候蒋宋美龄到美国这样子去游说一下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孙立人跑到澎湖跟那个蒋介石书城，他说我永远听总裁的话他那时候什么头衔都没有，他也不是总统什么，他说我永远听总裁啊，军呢握有枪杆的拿枪的人说他要效忠蒋介石的，陈诚敢说什么？陈诚就当永远的副总统，所以你看陈履安就很悲情所以就这样一路下来，陈诚当永远的副总统，所以蒋介石才来到台湾。那当初如果美国直接派陈诚跟孙立人，台湾平民政府，然后让美国让陈诚跟孙立人，也许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我们台湾真的败在那个女人的手里面，真的，本土台湾人三项事实要告诉各位投降仪式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意义啦。占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二个，
占领全国是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结束占领？这才是最重要的。美国军事政府有没有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没有。占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打败的时候，然后我们投降仪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美国占领了。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占领的那个都有飘扬着美国的国旗。哦，那主要占领全国是哪一个国家？美国。所以这些1945年10月25号的投降仪式是蒋氏集团代表同盟国举办，在顺水推舟认为蒋氏是代表同盟国占领台湾，但是依据战争法的法理，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蒋氏或中华民国不是战争中的征服者，没有占领之权。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投降仪式之后，蒋氏集团代表主要的占领全国占领台湾。那时候同盟国有美国、英国、法国，所以他代表这些国家占领台湾。从美墨战争、美西战争这些军史会发现，所谓主要占领全国就是征服者。台湾的历史可以证明，台湾的征服者是美国，不是中华民国。征服在国际法上才能产生处分权跟支配权。再者，占领管辖体系叫做军事政府，占领的结束必须主要占领全国的军事政府被一个当地的平民政府所取代。所以美西战争，美国军事政府结束管辖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跟古巴，最后美国联邦政府所承认的平民政府已经启动跟运作。连美日太平洋战争之后，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琉球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所承认的日本民政府所接管。美国军事政府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的区域管辖权，在1972年5月15号全部结束。所以，只有台湾民政府正式的开始接掌台湾的所有的管理跟运作，美国军事政府才会结束占领权。所以现在占领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之下。相反的，美国联邦政府何时承认台澎地区的任何民政府的启动跟运作？答案是始终没有。所以我们也可以证实，中华民国在台湾有两个重叠的身份：第一个次要占领全国，从1945年10月25号。10月25号是什么节？错，愚人节。对，流亡政府从1949年12月中旬起，这两个，他把我们改国籍之后，总之，台湾人民如果要选一样这样一个论述，立刻可以要求美国国会对台湾给予证明，授权台湾人民筹备召开制宪大会，美国总统即使反对台湾独立。依据国际宪法、国际法跟美国宪法，台湾人民仍然可以要求作为美国或日本海外自治区，成立自己的民政府，召开制宪大会。这一切动作并非改变现状，而是厘清现状，是台湾人民在美国宪法下的天赋人权。天佑台湾，天佑美国。中国跟台湾已经恩断义绝了，日本跟台湾还藕断丝连，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确立存在的。所以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对台湾领土还有主权的义务，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是双重能够阻止台湾领土被侵犯或出卖的国家。流亡中国政权，想借管辖台湾故意让中国统一或并吞台湾，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目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中国做任何的动作，因为它有国际法的规范，它做再多的动作我们不会被中国并吞，我们反而要担心马英九到底会对我们做什么。但是你也不用担心马英九，因为最重要还是看美国他决定怎么做。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架构之下，台湾领土主权不会被日本移转，两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啦，解铃仍然需要系铃人。台湾海峡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造成的。美国将政治台湾，引进中共政权的敌人中华民国，然后呢，他的跟中华民国的政府紧密结合，所以造成中共想要消灭的国民政府。他是想消灭 People on Taiwan， 不是想要消灭台湾人啊，跟台湾人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的政治台湾就没有办法被卷入漩涡。唯一解套让我们台湾可以不用担心战争，不用害怕战争。唯一解套的方法就是要把它区，我们自己要区分开来。他一直叫我们说，他们已经在这边生活68年了，所以我们要认同他们，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台湾人。不行啦，你只要一把他们当作台湾人，他们的飞弹永远都对着台湾啦，因为他们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继续流亡到别的国家，我们才能安全。各位了解吗？这根本的原因在这里。
不要搞不清楚说啊，我们就是情感上认同他，我们把他当作台湾人，我们就没事了。错了，事情才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继续流亡。既然这些流亡政府可以四处流亡，他可以流亡到别的地方。有啊，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各位知道吗？对啊，你们都知道嘛，他平潭都已经盖好了，平潭现在谁在管？各位知道吗？不知道，平潭现在谁在管？宋楚瑜啊，听过吗？哈，他当台湾省长，这是真的啦，真的啦。你只要去找宋楚瑜啊，你跟他讲你是中国第二代，可以去那边抽房子，嘿，真的啦。所以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都准备好，只是我们台湾人自己还没有醒过来。我们就是要让这4000个高级公务员大家了解，41万张身份证赶快办好，我们自己要醒，要清醒过来。我跟各位一样啊，有时候出去外面很困扰，因为我们在讲真话，他们都觉得我们疯了，对啊，尤其是一些高知识分子，哦，可会变了，他们想要维持现状啊，不想改变啊，就算改变会更好，他们也不想改变。不知道谁头壳坏掉啊？点来公安头壳坏掉，我们在向头壳坏掉。你要搞清楚，要把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分得很清楚。美国进来也是，美国进来第一件事也是这样分得很清楚啊。这样子中共才会有清楚。我们已经把这个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全部送回去中国大陆了，这样才没有关系啊，对我们来讲没有关系啊，知道吗？唯一解套方法就是美国要将政治台湾跟国民政府彻底 切割分离哈，台湾领土跟中共政权才能完全绝缘。流亡在台湾领土的中国人政权，哈 ，Free Chinese on Formosa 哈，等于台湾关系法里的 People on Taiwan， 在美中双边防御条约的跟台湾关系法的庇护之下，成为美国军事政府的代理人，而自己在台湾领土实行占领管辖。中国的中共多年来一直要求美国终止台湾关系法，并说明该法伤害美中关系。事实上，一旦台湾关系法终止，那会怎么样？目前在台湾领土完全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马上变成不能代表台湾的组织，恢复成为中国占领军跟流亡政府的状态。所以，如果美国他真的有心，他准备好了，他只要把台湾关系法终止就好了。Terminate。台湾地位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 People of Taiwan， 流亡中国政府将因为国共和解而失去流亡台湾的正当理由，他们这时候就有正当理由回去福建平潭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美国的是把台湾关系法终止，台湾关系法只要一终止，他们就会回到流亡政府。比较枯燥啦，但是各位一定要了解法理啦。中国军事政府哈，会因为裁军废武失去台湾占领能力。如果美国的台湾地位官司跟日本台湾国籍的官司顺利进行，台湾下一个即将登场局面会是美国军事政府跟台湾民政府。这是下一个会在台湾出现的关系，美国军事政府跟台湾民政府。第一个，国共和解，跟台湾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中华民国要结束流亡，方法就是反共复国，打倒共产党政权，就是所谓的反攻大陆。小时候都有念到了哈，干我们什么事啊？一天到晚叫我们反攻大陆，我小时候我有念到啊，然后还告诉我们那是英明的领袖，世界的伟人哈，还有一首歌这样嘿，那一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嘿，真的是一天到晚给我们洗脑哈。现在已经不可能反攻大陆嘛，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已经和解了，双方要泯过去，一笑泯恩仇，完成中国人统一。中国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国流亡政府就统一了，代表 Chinese on mainland 跟 Chinese on Taiwan 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统一。特别要注意是 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f China 之间， 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f China 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恩怨，在法理上台湾领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跟中国之间没有统一的问题，我们没有统一的问题啦，真的，你会慢慢就会了解。当你新台湾论回去沉淀，新台湾论看得越清楚，你就会了解这些。当你这样概念清楚了，我不是告诉各位吗？为概念而生，为概念而死，为概念而了脱生死嘛。你概念清楚了，就很清楚到怎么教给小朋友正确的历史哈。第二个，裁军废武，恢复美国军事政府。中国军事政府本来要结束台湾的占领方法就是班师回朝，但是60余年来人事已非，回到中国老窝成为不可能。
美国政府要求台湾地区2014年完成募兵制，以符合战争法，使中华民国军不成军，美日军依照美日安保条约接管台湾地区防卫。如果中国军事政府因为裁军而解散，流亡中国政府因和解而结束，象征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稳定。台湾关系法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跟必要，台湾法理地位摊牌休当哈，时刻已经到了，台湾人没有需要挑战中华民国。2014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年，好，各位都很清楚，在明年我们就很有可能全面的从美国那边接掌政权。我们是根据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好，我们依照这个法理依据向美国及日本主张跟挑战，好，对台湾的认知。现在要让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政府、日本的人民、日本的政府去了解我们台湾到底怎么样正确的法理地位，我们的历史定位在哪里？这个可以靠谁？没有办法靠任何人，只有靠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只有透过各位很清楚的不断的去宣扬，不断去宣导。有些时候在大是大非之前，真的需要各位哈，我们齐心努力一起去哈，大家斗阵去甲咱的好朋友讲，让因真正了解咱健康的法理台湾。嘛，敢若有安尼吼，咱台湾才有活路啦，咱才有法度走出家己的路。这个时阵吼，有当下大家要牺牲一下。我嘛有无惊爱钱呢？我有六个查某囝呢，对吧？我有六个查某囝，我嘛有无惊爱钱呢？啊，为什么即摆大家会遮拼？得要甲大家讲，互大家去了解。这是关键的时刻，你错过这个时刻，然后真的糊里糊涂。让那个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和解，然后我们糊里糊涂 ，People of Taiwan， 我们这些本土台湾人，糊里糊涂去当中国人吗？那我们真的是永远都见不到天日哦，就永远这样错下去了，一路错到底耶。你居然你宁愿这样，有些西洋的电影像一路玩到挂哈，你要一路错到挂吗？不要吧，我也不要啊。所以在这关键时刻，需要各位哈，大家一起齐心戮力哈。接下来哈，还有点时间哦，讲一些那个比较轻松的哈，让各位可以看到当初哈，蒋介石哦，真的有够没有那个，有够没胆的啦，嗨，他也没胆了。1949年12月10号，哈，天气晴好，晚上11点多。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刚、余济时一行人，在十多名侍卫人员随护哈，加戏呀哈，沿着军校通往凤凰山的小路直奔机场，离开中国四川，哈、哦、成都，不是将中美号直接飞往台北哦，先降落在澎湖马公。为什么？一加戏呀，一加起来，去有陈诚给关起来，一加去有孙立人给来关起来哈，因为一群台湾是陈诚跟孙立人的家嘛。1949年12月11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正式挂牌办公。从此，蒋介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统治，开始流亡在美国的委托，美国委托的占领地台湾。他开始在这里。蒋介石的秘书周洪涛先生，2003年9月，他写一本书透露：一本来原先计划逃亡日本了。啊，是啊，吼，这都阴错阳差，去日本就好啊。1949年4月初，伊想讲吼，伊对日本也无安怎，所以日本应该接受他。他不是说他对日本那个以德报怨吗？哎，他致电召回当时，这个都是美国解密的历史哈。这个因为我们告赢美国，美国要开始把政权交给我们，所以哈，他会让这些历史解密哈，这些都是各位可以在官网看得很清楚，这都是秘书长写的战争史的回顾。每天都有一篇，好，我现在给各位看的都是战争史的回顾啊。秘书长现在已经从100到200篇准备集结要出书了哈。你这个就可以正确的让你小朋友，你就可以当作跟小朋友一起讲故事。他念他的考试的历史，我们教我们正确的历史啊。那时候呢，他致电召回中华民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长朱世民。伊交代吼，蒋介石交代吼，伊个伫东京市郊买豪华别墅，准备要逃亡了。伊知影伊要拍输啊嘛吼，啊，共产党你要甲占起来嘛吼，啊，所以吼，伊讲叫伊买豪华别墅。朱世民奉到指示后，在日本箱根找到理想的别墅，也付了定金。结果呢，
迄个时阵要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吼，拢甲报出来，卖报就好啊。哎，结果吼曝光了，他就不敢了。蒋介石飞到澎湖，不敢直接飞台北，因为不知道当时的台湾占领军头目陈诚他的心意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军头孙立人将军跟美国关系很好，美国哈已经打算把台湾交给孙将军。蒋介石透过中国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陈芝年去见孙立人，我够透那么远，还叫陈芝年从菲律宾去来见孙立人，要陈芝年替蒋氏去投石问路。猛孙立人哈，蒋介石不想要去国外啦，伊不爱去日本嘛，不爱去菲律宾，但求台湾一席之地。如果孙将军以为未变，他们两个父子就会去马尼拉。这都历史很清楚讲的。叶群孙立人哦，请假哈，哎。结果孙立人亲赴澎湖，向蒋氏表示效忠，台湾一切当以总裁之命侍从，欢迎总裁去台湾。孙立人还跟陈诚官说，所以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之下，还是流亡来台湾，长达38年的世界纪录戒严军事统治台湾。结果后来孙立人有没有好下场？没有好下场。陈诚有没有好下场？也没有好下场。所以这台湾有的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历史的宿命我们现在真的有机会去导正当初就是这样子，蒋介石流亡台湾跟中华民国军事占领台湾是两件事情。首先，蒋介石1945年指派的中华民国军事政府警备总部是依据盟军统帅麦克阿瑟911颁发的第一号命令，带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而且派美国军舰协助运送中华民国军队。蒋氏后来辞职变成普通老百姓，他要来台湾就必须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军事政府的允许才能够流到台湾流亡。所以蒋氏先代表美国，先向代表美国但本质是军事政府的孙立人书城，再向代表人民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效忠，获得允许先飞高雄见孙立人，再赴台北见陈诚。后来孙立人被以叛变软禁，陈诚就是以副总统的高位。世间人情变化多无常啊。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跟美国、英国元首签署战后协议《开罗宣言》，如果宣言有效，台湾是中华民国领土。蒋氏要不要求人家收留？不用嘛，就是因为不合法，才要叫孙立人跟陈诚去收留他嘛。蒋氏是《开罗宣言》的那个参与人，宣言有法律效力吗？蒋中正很明白，台湾当然不会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蒋氏必须安排流亡日本、流亡菲律宾。所谓《开罗宣言》并没有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何能够宣称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呢？中国内战导致蒋氏败退台湾，蒋氏败退之前曾经向陈诚指示，台湾应该成立一个有别于国民政府称谓的台湾地方政府或台湾自治政府。依照战争法而言，其实就是占领区的台湾民政府。当时陈诚也是赞成的，勿换心仪。蒋氏带着美籍夫人宋美龄逃离台湾，逃离中国，在台湾之后野心复燃，以戒严控制台湾人的反抗，以民族大义毒化台湾人的心，台湾人陷入愚蠢而不自知。我们一直争议在什么？这68年呢，我们在争议 ROC 跟 PRC 这一个中国。这真的很讽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们一直陷在这里面，然后一直被中华民国民进党跟中国国民党牵着鼻子走。跳出来，各位现在思想跳出来，他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让 People on Taiwan 离开台湾就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合力，想尽办法让 People on Taiwan 离开台湾就好了。对啦，那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称呼，我们就把它定位在这些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嘛。我们讲清楚一点，就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把他们请走就好了，让美国直接把他们载走就好了，让这些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离开台湾，然后我们这些本土台湾人在台湾才有真正的台湾国际地位，台湾国际地位才会正常化。那个 ROC 跟 Formosa 之间纯粹的只是在那个。SFPT 生效代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所以蒋氏台湾目前限于 ROC 跟 PIC 之间有一个中国之争。罗斯福总统逝世于1945年4月12号，杜鲁门总统续任。杜鲁门总统说蒋介石跟宋美龄一家都是贼，他偷了台湾嘛，杜鲁门总统亲口讲的。
所以呢，他认为蒋氏政权贪污腐败，没有能力治理台湾。麦克阿瑟曾经在1955年在国务院听证会上面讲，法理上台湾仍然是日本领土，这是麦克阿瑟说的。所以哈、哦，要想要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美国是二战期间超强国家，当时绝对有能力阻止台湾，蒋氏流亡来台湾，但是为什么没有阻止？这真的是历史悬案哈、哦，以后会解密啦。啊、哦，那历史学院就是我们知道的是那个人搞的哈、哦，值得探讨。杜鲁门总统非常厌恶蒋氏，曾经想放弃蒋氏，为什么又要掩护他呢？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中间完全矛盾的情节，将来历史上一定要对台湾人交代跟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对蒋中正如此纵容哈、哦，对蒋介石如此纵容。1949年2月14号，美国派驻中华民国大使参事哈、哦、莫承德。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特殊使命。莫承德到达台湾以后，便根据美国政府打算游说陈诚，但发觉陈诚没有办法跟美国配合，实施有困难，所以在3月23号电告艾奇逊，直到要让台湾免入共产党的掌握，唯有向联合国要求托管，请加考虑。所以莫承德向陈诚提出5项建议，陈诚主持台湾政局，台湾政局跟国民政府分离，并与共产绝缘。美国每年给台湾2500万美金作为经济援助，并提供海空保护。邀请蒋氏如果来台，只能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他可以当避难者。邀请孙立人参加新政府，这些通通有没有做到？没有、欸、有啦，蒋氏有来台湾啦、欸，他不是政治避难者，他直接来管台湾嘿、欸，当我们历史的伟人嘿。欸，陈诚除了赞成台湾成立自治政府之外，其他都避而不谈。所以这些结论哦，可以确定，这些解密的答案可以确定，蒋氏来台是政治难民。所以呢，1949年12月1号，蒋氏入台的国民政府本质是流亡政府，所以他是政治难民，他带着他的军队来到台湾，他是流亡政府。所以根据国际公约，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得移转主权，这是很清楚的。基于国际法规定，流亡政府没有办法就地合法，也没有权在流亡地宣示主权、执行管辖权。所以在战后管辖台湾的不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代替美国的中国军事政府。第二个，听命于盟军统帅的中国军事占领政府跟中国流亡政府毫无关联，是两码事，所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任何瓜葛。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之前，法理上有资格管辖台湾领土的是中华民国军事占领政府，而不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以依照战争法，中国军事占领政府必须设立由台湾人在地的人所组成的台湾民政府，以备日后军事占领结束以后，能够将行政权和平转移给台湾民政府。所以他那时候他可以当作次要占领国，代表美国来占领台湾，但是要让台湾成立台湾民政府，他有没有做？没有。他有没有把我们的那个政权和平转移给我们台湾民政府？也没有。日本跟台湾投降之后，没有即时能够设立台湾民政府。当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应该负疏失之责哈。这以后美国的国会去弹劾他们。第四，战后台湾如果依法成立台湾民政府，台湾政治即可跟中国国民政府分离，划清界限，自然跟共产党绝缘。蒋氏政权自认是合法中国，利用台湾人服其兵役，保护台湾自己的敌人中华民国。今日回顾啊，不禁唏嘘而哑然。他把我们的精英都杀了，然后再叫我们人去当兵。这是战争史的回顾，各位一定要了解正确的战争历史，了解台湾的历史，你才有办法为台湾尽一份心力，也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可以念到正确的历史。真的只有苦口婆心告诉，只有透过各位熟读《新台湾论》，熟读我们的战争史，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自己，重新的回到台湾的国际地位，让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可以正常化。啊，今天的哈就这样子跟各位分享，可能又比较深一点，但是希望各位可以透过战争史的回顾，可以慢慢了解，越来越了解法理。透过这几天这样子的课程，你会成为国际法。成为战争法的专家，你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他懂他的专业，但是讲到国际法，讲到战争法，你比他专业，因为你有受过这样3天的很扎实的法理的训练，他们没有，
你知道一些正确的历史，但是透过各位需要回去各位自己哈，要去念新台湾论了。你念的越清楚，你的法理越清楚，你的论述会越清楚，你的力量才会越大，心中的力量。好，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听 Kitty。各位，那个请各位同事稍等一下，现在要宣布等一下分组的所在位置。新竹州的话，在一楼的会议厅圆桌的部分，就是办公室对面那一间的圆桌。然后台中、台南还有宜花东在一楼的咖啡厅。然后高雄的话留在五楼，高沙跟台北的是在一楼的会议厅的后半部，就是跟新竹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在前半，一个在后半。然后请各位同事现在可以开始移动，谢谢。新竹在一楼会议厅的圆桌的地方，然后高沙跟台北在一楼会议厅后半的长条桌的地方，然后台中、台南、宜花东在一楼的咖啡厅，然后高雄留在五楼原地，谢谢。